大爷让你嘚瑟，我要报仇，宝相丢将。把尸体住了，这盘得捞回来。我继续赢。好，我不像。干嘛？把你尸体住，这边又给吃马的，是不是吃了？很胖。放你马，就给我放回龟山了。起名字我就写好了，放上。刘爷，上马。今天好不容易让来生赢了一把，让他高兴坏了。哎呀，这老天，指我这老天爷。快走起啊，废话挺多。不行，我得分享我的快乐。老天对我有分享的。开上。刀前印伤国。就是。非让他让你妈。骑兵。出去。下一盘擦亮眼睛，好好看，该吃的就咱得吃，该喝水的你喝，不能放过。别吵了，吃马。好啊，吃马了。上去嘛，这么快的。上马，直接上，不能吃上就吃。上不来呀、啊，看不得我的局啊。看到能怎么样？熊和这，我这个局吃，一功两得。回马子。这里还追过来了，干脆开上，你看干瞪眼不敢吃，我娘不敢吃，放回去啊，不敢吃了，我再有一只炮，再来一炮就我妈踩狙嘛，进哪给上了对齐啊，对齐对齐对齐，不要以为就占了便宜啊，不能就占了便宜还没归啊，吃。我没说我吃占了便宜啊，来进一局。咱们是我们是是吧，多了呢什么啊，没人说淹死了，他干嘛了？嗯，胖爷干嘛了？嗯，吃了。嗯，七爹说了，我是踹的，哪个意思？再叫，上来。是啊，这两人安静的，平炮，大铁蹦声音呢，你知道吧？吃了，跳，我踩着他就打过来了，很牛的一条马路。哎呦，你说，打回来再打你的马，你不服、啊、是不是啊？再打马。马跑了，打象回来，又上班了，打了象人家踩掉了，一点的好处都没有，没意思了，消费了，哎呀、嗯、谢谢啊，谢谢啊大哥啊，非常感谢，不打你了，但是让我的明显的让了一马，让我来个乘胜追击，回吗？对，你给我赔十个人多的很，好多老铁子，你给美女给盖上三盘。哎呀，行啊。打掉。都给干掉。饭。啊。别跑。啊。别跑。来，回吗？银江，进兵，不
敢猜呀、啊，不敢猜我的上相。想象？嗯。那能像什么？换一个将。骑兵。喂。过来。又回来。上到这里可好，这里一挂条。什么？进。一逼。上去个上。他上我就哎上去。你跑。打了个兵去了。我得回来开上，不开的话这话真打了呀、啊、既看又吃，不开就怎么走。啊，打你兵上，打你兵行，会回来，会回来，会跑进去就跑，就跑。阿妈，中炮，这个叫。接下来上灯泡来骑兵上了上再骑兵会干嘛？嗯，我看你敢吓人的吗？喂，上。骑兵，不理你。喂，哎呀，再就别来了，来也没用。没用？嗯。真的假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就行。你上炮上马，管你，我还看着了，敢吃就吃。会干嘛？上马，这个有问题。上个上。别像你跑想下来是不是、啊、嗯马和炮一盘闪烁别跑来进再上吗来解决出来回吗下来好儿郎浑身是胆进
进去，我又接上怎么去？上了个相。上相，情况。兵，想一个现在的兵多金贵，和大学一样金贵。上，一炮。哎，过来。将，骑兵。进。喂。再进。冲了两兵啊，又比我多两个兵。下，回向，相都不敢做了，这个压下去啊，直接杀相，跑不跑？现在没处跑了你。哎呀，哎呀，你跑下去，你试试。哎呀。哎呀，这样跑！哎，二，一棍划不外。走，上。现在不好意思啊，我不打是就是杀相，行不行？嗯。黑炮。这几个相。一闭环双射了，进。一闭环双射，换不换？进。哎呦，想的还不错嘞，怎么走？完了，站住嘛！来。机炮，机炮，机兵，上，大炮回家，放中间，看你怎么办。上，出去，进，想打我的小兵门都没有，开上。进，骑兵，下来，飞象，单下给打掉。行，来，老夫进来。耶，骑兵，来，上士。进。进。
几瓶？咋又过去了？伤病看好了是不是？继续靠边。那是我的自由，我想干啥就干。我继续靠边。老师出去。我的这个咋又拐了？啥意思？意思没变。李湘，泽兄咋办？没事吧？那个伪将，随便选，现在要将。谢谢各位老铁的支持，非常感谢啊！今天老铁给主播点点回信，点点关注，好不好？不管了。名字开不出来，这个就这个是3900了，进厉害了，主播，嗯，主播厉害了，这个人才啊，那你是人才吗？有了你啊，我没钱进去吗？啥？假如哪个大师的话，我可能赢不了了。进去，再慢点，进来。呀，小兵已经过去了，咋办？过去就好，过去我就退。龙炮也不敢动。而且说看你走何去了，看你走何去了，上。杀炮。小兵看了，他就把炮给杀了，好狠的。哎呦，你把我的那个小座丢了个大炮，没吃啊？你只要吃了我的，我就杀了你的。这是你日本个大不了，那是。杀了。吃大亏喽！进。是直线下降。几兵？动就想想。坏。没有动。进。准备打象，备，会上，这是准备，会上，来，退象，我也退象，咋办？和棋行不行？行，和棋，和棋行不行？你就两个臭飞象，你还合啥棋啊？臭飞象你能怎么办？臭飞象过来，我给你这个石子，石的不允许的，接球上石，现在怎么走啊？很好，又想克了，又想克了，快轻轻的一放，轻轻的一放是吧？嗯，叫不上你去了。我跟你说，小兵直接过去了，没阻挡。上象，上象了，直接。我说你小兵阻挡不了了，频频过去，炮在一降，我看你怎么交交不交。根本不管。你不相信啊？你赶紧走好，根本不管。好，你看看。真来了。嗯。跟你说了，你不该打，也不该过来。你试试敢打不敢打？上飞下，试试就完了。骑兵，没治了。打来了，没治了。试试丢定了，试丢了。没治了，交吧。丢个试又何妨？抽飞象，双飞象抽吧，抽死了人。没用啊！让你抽坏了，走。真打了。打了咋办？但是你逃不出去。我逃不出去，你能走吗？你看能走吗？现在你走了，给。你逃不出去。我逃不出去，你现在走啊！我飞个象，我看你能怎么办？飞跑吧，能怎么办？你看。飞跑吧，你以为呢？拿那腿，我飞这个象。就是我飞这个象，这个象子跑，你真的跑掉了。
怎么样？往哪里走？这不走了吗？追！你能追到哪去啊？能出宫吗？我就追。追就追啊！现在怎么样？进来，你能怎么办？你能怎么办？就抱回家嘛！这一，谁都知道嘛。来去是丁呢，趁早投降重来。就是啊，现在没治了吗你？现在能怎么样？继续回乡。还在回乡呢？嗯。好。我就这么好哼。小熊。哎呦。飞吧你。哎呦，这下就不好办了。现在飞。飞就飞。你能怎么办？是不是啊？我就飞了。推炮。还推炮。不推了，你响了，管你，小熊。这次你赢不了。哎呀，我赢不了，你怎么走？现在赢不了。现在叫休息，你是出来还是顶香来？我为啥要出来？也可以出来。嗯，可以出。我为啥出来？高招，这一步就走了，我再上个试。哎，像你上学，你啥都没了，教不教？你上个将，我又出来了，你想着是打我的左，打我的象？啊，你出了倒是，我看看我现在怎么走，这个象也行，我在这里也行，出去进来也行，到底哪个合适啊，大哥？继续。哎呦，现在我能出来了。我如果说飞这个象，这个象就丢了。是的。吃火了没有？怎么样？小兵做花心啊，咋办？哎、老将动不了了，哎、没劲了你。这才为了保个象丢了老将。